人扮作客商模样巡山访视，看前面有座高山，大家穿山而过，穿山而过。
曹氏到了山寨地有名帖呈上。怎么镖客曹氏还要上山拜望我家寨址？正是啊，镖客你来啊。这连环套招条万丈，周围数百余里，又有二十一座宅门，你无有腰牌是怎能得过？吴方士，我这有腰牌一面，交与镖客，稍时拜山丁守臣与你通报。谢、哦、过了，阿兄台。稍时到了山寨，你我弟兄还要亲近亲近呐。岂敢，镖客乃是我家寨址的朋友，我等怎敢高攀？啊，四海之中假一位朋友，山寨一去，山寨一去啊！
人怎是阿拉丹？带上兵器，一起下山。
算是债之亲。镖客当堂，乃是你可妹，乃是镖客。人家有法的不敢还是债之亲。是此，你我放手而行。山口交代客商，少时定要到山还王寨之门，携带小弟。我们绿林之中一起为重，何言西太儿子表可你对呀，特谦了寨之台啊。镖客，路过荒山，还是得到小寨。一下次来，一者拜山；二来嘛，有宗好宝贝要谢你寨去。哦，但不知是什么好宝贝，乃是一计好啊。灵魂套宝马神套算不得什么稀罕之物吧。差之，此马与众不同。哦，怎样与众不同？镖客请讲，我等洗耳恭听。寨之台座身上一步，余下也好讲话。好了了的
头上圣爵，轮下圣灵，左右红光亮多，明媚日月送不爽。周行千里千里，西走八百不眠，登山埋林，日踏平地，满江过海，驰骋万日飞。罗林之中，若有心粗胆壮之人，将此马得到手中，可算得吃喝其乐，傲立多尊，天下第一的英雄。好汉呐！昼夜轮流看守此马，罗林之中焉能近日，不能近日焉能到手，岂不是枉然而已？好，是此时来是不能得到，不能得到，不能得到。啊，镖客，进房前来是真心。与梦结交还是假意？哎呀呀，与下次来乃是真心，也有假意呀。嗯，既是真心，毛就对你实施了吧。哦，再次请教。今有叛御梁九公体直口外，行为涉猎，身上恩赐于马，命为日月追风，千里人之风。是暗头谋，下得山去，实战本领，将于马倒回山来，向那玉营有日铜墙铁壁一般道貌尚且不惧，何况那大户人家有三婆名家丁，二婆名酒席，那方在斗不谋题。心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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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下方才将提举起誓言，宅之为何飞扬浮躁起来了？曾经的梦家是飞扬浮躁，一言之中犹如铜墙铁壁般狂气悠悠，火炮弓箭当先，宅之一人焉能今日不能今日也能到手，岂不是飞扬浮躁吗？我量你也不信，我却不信。大头发过来，嗨，取之后寨，将御马安产备好，牵粮上来。是。太师，此马有何为证？此马竟然与配黄龙四将向下披胸对对成双，平常人家是阴干受用。将剑马如剑之愿，太乙千岁，千千岁！哎呀，乡下人，宅之，此马身在世上，无非受降亲服，足下未必能快呀。某家到马之时，臣起了疑臣，倒有千里的举臣。如此说来，此马能行？能行。快快快得紧，快得紧的，带我失去。快去，带下去。浮现化阴图形，捉拿盗马之人，宅之将此马得到手中，不能吃外臣妻，岂不是废物了？某家盗马愿不为吃外臣妻、不外臣妻盗他作甚？只因鲁林有家仇人与毛作对、得到此马，我要害他的性命。但不知宅之的仇人是哪一家？不是镖客提起，我都忘怀了。实才你那白帖之上写的是德江绍兴坊，我那仇人与镖客你乃是同乡。与我同乡？非但同乡，而且还同姓呢。哎呀呀，这倒巧得很，巧得很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就是那飞镖黄三郎。还是飞镖三太爷。老佩服。宅之，此仇你报不得了。怎么报不得了？三太爷归天去了。那龙儿，他
经过宽宏大量，饶是他的满门三太爷纵死九泉，也是感恩非啊。请啊，凭你之言，莫非你与三太沾亲带故？撤过站。嗯，非但沾亲带故，而且同知营番同堂安的面。三太是那什么？乃是先锋你的上天吧。亲通理顺，岸边贫富认罪，你若是得亲去理亏，心斗地呀斗战子，你完成了下一门日子。好，你也且听得到吧。你父一张金镖压服如林，他名其权之镖与谋皆因斗谋不冤，即求回去半路是非，因此我二人约定在李家店比夫较量，你父不胜俺虎首双钩，他就安得发。Thank you.
今此来奉帖拜上，以礼当先。孙唐寸铁未带，怎么一仗你们连环套的人多？你们来来来呀！江里黄老爷碎尸万段，俺若走一走埋头，断不得黄门中的好马带。秦儿胡从人道，大爷俺多子亲爹。爹妈，雕刻一人上山，山下必有玉堂。不日明日，山下必无一对一个方算英雄。天罢！今日山下必不较量，一对一个方为英雄好汉。俺若不慎，岂愿替父认罪？再者你若不慎，俺若不慎，情愿先吃一马，随你们到官认罪。丈夫一言，手不斩草，告辞。吃饭。请你上山送你吃菜，哪来的？有摆队送天派。
这个皇爷，你不听劝阻，一个人前去探山，我等甚为担忧。不知此去可曾会过那窦尔敦？倒也会过了。御马呢？现在他的山寨。好，御马有了下落，真乃万全之幸也。啊，吉仁兄，皇爷，你到窦尔敦倒马为了何来？为了何事？就为当年李家店被王之仇。哼。那次还击千仇，朕乃披风吃美。众位英雄，谈何如同？倒有一计在眼前。有何妙计？不能调动官兵，将连环套团团围之，架起干柴烈火，哎呀，烧啊！哎，烧啊！烧死这些王八日的耶！何爷何爷，你先坐下，你先坐下啊！哎，以何爷之见吧，调动官兵，把连环套给围起来，四下了放火，这么一烧，甭说喽，连窦尔敦、带御马居都烧死在内。哎，一个儿也不留啊！好啊，要是把御马也给烧死了，你叫老兄弟有什么脸面去见那彭大人呢？是何爷，不是我说，你这个主意呀、啊，是六月的圣周。哎，怎么讲？收来，不像官话。啊，哪国不像官话？你不像官话，不像官话，你不像官话。哎，算我没说。这不结了，还是听皇爷的。我与他约定，明日山下比试，一对一个方为好汉。寒若不慎，岂愿替夫认罪，万死不辞。他若不慎，先吃御马，随我等到官人得罪，后面跪求与皇爷压刑。前去探山，身旁寸铁未带，可算心粗胆壮之人。我想人送一命犹如蒿草，人留一命重如泰山。哎呀，慢着，明日山下比试较量，我黄贤弟若不胜那窦尔敦，他的一世英名岂不付与流水？待等今晚我换了夜行衣，夜入连环炮，先探听他个动静，就是那窦尔敦比试较量也好做一个准备。哎嘿，不可！连环炮高万丈，周围数百余里，又有二十余座寨门，具有楼兵把守，我无有要牌，不能得进，可也是枉然。哎，还有呢！待等今晚我黄贤弟安歇之后，我便拿他的钢刀到他的腰牌，夜奔连环套，倘遇机会，定助我黄贤弟腾包。迟爷啊，您就来！哎呀，我就是这个主意。来了，我就是这个主意。
人好天心，安常若当到敌人兵把功臣，今将必搬走奔走山。阿将军，阿将军，这个二位，我不是进去，我也是连环套的喽啰，今早奉了债主之命下山打探买卖，报与债主知道。可有腰牌？腰牌？嘿嘿，怎敌不我娘，来身旁取春腰牌，来身旁取春腰牌，问声二位请归来。见债主多子小腰牌，见债主多子脚开，把手窄门磨鞋带。巡山带打经，我京府的便是奉了债主之命巡京守夜，我可得留点神，就此走走。哪奸细、我不是奸细，我是厨子。啊，你是厨子啊？别忙，我闻闻。是厨子。怎么？满身的油腥味儿。哎，我说厨子啊，这生经半夜的，你上哪儿去？咱们债主爷要吃夜宵，我这不给他送酒去。哦，那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，他干他的。回见啊。回见。哎，吃人家稀的，拿人家担的，没法子，得给人预备去。嗯，没风啊，我帽子上哪儿去了？哎呦，这还得找，嘿，这麻烦劲儿了。帽子，帽子，嘿，我帽子上哪儿了？帽子，帽子。帽子，帽子，哎，哎，在这儿呢。哎，我这儿得了，他那儿也得了，回头啊，我们债主爷一喝这酒也就得小豆蹲命人与他备酒，我将五谷鸡鸣麻人散与他下在了酒内，我先麻他个人事不知，此事天就按成功也。
今日天罢百山，身旁寸铁未带，可算得是心粗胆壮之人。明日山下必无较量，倒要我得逞。什么地方一二，我量他等也难逃猫的虎我手。高分下这的阴兵何在？耶！本是安抚臣阴涛，为心让子臣阴涛。今夜晚悄悄来到，只为你用几天抽把御马刀，天把居家命难逃。姓窦的，我本当一刀结果你的性命，念你也是前辈的老英雄，不肯暗害于你，不免将我黄贤弟的钢刀我就与你差。到寨主，刀儿断。与你插在诸腕之上，换来你的护手双钩。二天明，你的药性一退，将我黄贤弟的钢刀管教你魂飞胆裂，一世英名，惧怕天霸爷。插钢刀刀去双钩，插钢刀刀去双钩，变得两下铁拳头。
风高不见，先有钢刀一耙，呈上来。金镖法啊！原来是天霸道子，阿列为先帝，太子，此事不可对外声张，若被绿林闻之，岂不被旁人笑？陛下，准备兵器下山敌之。现在他手，什么时候又向俺提腰牌盗去？这般时候不见到来，莫非他有什么歹意不成？知官府为人忠厚，贤弟不要我多疑，人心难测，应上前去。上前去。钢刀现在你手，什么时候又将俺的腰牌盗去？这般时候才得回来，莫非你有什么歹意不成？兄弟，你先撒开我，有什么话咱们进去坐下说，行不行？哼，看你将说什么！哎，这，瞧，反正我有说不结了吗？干什么呀？你这是？是山下，必是较量。那窦尔敦他要是不胜于你呢？先驱马，你按道观认罪，那是自然了。可常言说得好，他是强龙难压地土蛇，你管保得胜吗？我的兄弟太爷，安若不胜，情愿替夫人罪，与你什么相干？至于你什么相干？你坐着吧，皇爷。有道是知性者方能同居，患难者才算得起是朋友。实不相瞒，昨晚我拿你钢刀到你的腰牌，我夜奔了连环套，实指望先探听个动静，就是你那窦尔敦比试较量也好做一个准备。不想适逢凑巧，窦尔敦命人与他备酒，我将无故鸡鸣麻人散，与他下在了酒内，麻的那窦尔敦是人事不知。那时我本当一刀
结果他的性命念他与我死去的黄三叔居都是老不胆的英雄，不肯暗害于他，我这才将贤弟你的钢刀与他插在桌案之上，换来他的护手双钩。二日天明，那斗敦的药性一退，见了贤弟你的钢刀，管教他魂飞胆裂，一世英明，惧怕贤弟你事情。哎，可是哥哥我做的，要叫兄弟你露这牌子脸呢，你看好是不是好呢？虎首高金在何处？有的，他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嘿，皇爷，请过来吧。这是道尔敦的护手双钩，您的腰牌拿过去吧，我的上司老爷。贤兄，皇爷当年比武可是此物？朕是此物。嗨，我想这世间之上交朋友也不过如此了吧。真兄，小弟一时鲁莽，我这厢赔礼了。真兄，我这厢与你跪下了。哎呀，兄弟，快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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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。可不是哥哥，我说你呀、往后你这毛包的脾气可得改一改了，是是是是，差点拿好朋友就当了冤家痞了。是啊，少时山下见了窦尔敦，就按哥哥刚才那话那么跟他说。好，就一支人兄众官兵走上。连环套去者，撒谎，绷着脸不认账。兄弟，
把昨晚上的事情告诉告诉他，别叫他跟咱们这儿装糊涂了。赵尚生，昨晚是俺一日连环套进宅之贪睡，本当一刀将你杀死，念在你我父今时前辈的英雄不忍伤害，因此将钢刀插在桌案之上，以免你见俺上山送俺吃斋之前追求，将虎首钩送了过去。钢刀的话，手的家伙刚到手，这就要滋马？姓道的，你把这大家伙搁下，有什么话咱们先说开了，然后再较量也还不迟啊！看你有何话讲。坐着呢，听着吧啊，兄弟，你往后站，哥哥我问他两句。知人兄赏钱。寨主，久闻你是大义的英雄，实不相瞒，昨晚我黄贤弟夜入连环套，见你在那里饮酒，只喝的是酩酊大醉，那时他本当一刀结果你的性命，念你也是前辈的老英雄，不肯暗害于你，他这才将他钢刀与你插在桌案之上，换来你的护手双钩，以报你接他上山送他出寨之情。你呢就该知恩感德才是正理呀，怎么着反要与我们哥们较量？姓窦的，你来瞧，今儿么哥们儿是都来了，哎，算的气是言而有信吧，少时间真要动起手来，谁胜谁负还很难说。你既是大义的英雄，就该献出一马，随我们到官认罪，这吉凶祸福尚在两可，怎么着趁手的家伙刚到手，这就要自毛？姓窦的，我问问你，你一个人有几个脑袋？甭摸，就一个还长着呢，要杀你呀，昨儿晚不上就把您给杀了，今儿咱们就见不着了。不是我说你就没有点大量之才，可哎呦哎呦，你怎么就不害臊啊？
谢谢，再一次感谢我们台上演员精彩的表演，谢谢各位名家精彩的演绎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空中剧院2013上海行连续9天的现场直播到今天呢就全部结束了。再一次感谢演员们精彩的表演，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关注和守候。朋友们，再见。